这个《春天里》这首歌来作为今天的卓然和谢坦发布会的一个圆满的一个据点。然后稍后呢，我们还有茶点的招待，还有签书会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吴刚老师来是领唱，我们先让吴刚老师讲几句话来。谢谢，今天很高兴。谢谢啊，他是我学长，那么给我很多鼓励，那么他写书真的是希望他继续写下去啊。那么这首歌今天推给你，其实是我们学长很喜欢的一首歌曲。那么其实我没有准备要上来唱，那既然是学长吩咐命令呢，我就大家就来一起来唱，我们大家一起唱啊，春天里来。春天里来百花，我以为要听唱，对不起啊。陈先生，愿不愿意跟我们三个一起合唱？啊，谢谢何大姐，啊，好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啊，两位，我们大力士都上到台上来，一起合唱来。好，音乐。大家一起唱哦，这是他们是领唱的哟，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唱。我相信歌词大家都应该记得了 ，OK， 歌词大家都应该记得了，所以我们一起来鼓励，一起利用《春天里》这首歌，我们以后已经见到阳光了，所以呢，不管多困难的日子，我们都可以走过来。《春天里》送给大家，一起来唱。春天里的百花香，呀咿呀啦咿呀啦咿呀啦，满园子的风筝，奏得了我的破衣裳，呀咿呀啦呀咿呀啦，为我的大姐做香香，为的是你的唱，春天都要忙，呀咿呀啦呀咿呀啦，没有节点的吃穿饭也挣钱吗？
每一位，既然不是我们在恶整他们哈，虽然大家。